三个人在一个楼，就能不能先把箱给我？我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气死了！宝贝，过来，快点！倒三个。16给你啊，子弹。宝贝，快点解散，走。外面有人机，宝贝。大爷打死了。一号楼还有一个哦，一号楼还有一个人。解把枪嘛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们四个人直接上不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一人打他一枪，他都死笑笑的都。三楼这个角落里啊，这个金雀标。前方有危险。没枪，他全都输他。我走屁股后面了啊。他掉了。掉了。再把围墙外面。洗完了，洗完了。哇！不要被捕，不要被捕。捕不了，有我在。别怕，别摸。哇！有个迷你在点我。这迷你点的我好傻、啊。我丢这么东西干嘛？我就。给你啊。知道你。不要呀。迷你把我点不会了，宝贝，快点。知道，知道你倒了需要物资，我就给你物资、啊。你给的东西啥也不是，老公。我把我认为好的东西给你，你还要说我对你不好？我没有。老公看着我，我去舔人机包。他没有说你不好，他是说东西不好而已。什么东西不好？你们在聊什么？还有没有人？什么东西？还有没有人？就跳了一队吗？就看到你一队啊，那就没有了吧。我的鸟也没有救了。坡城那个机甲上面有人了吧？我丢，你这搞过去，人家都跑路了。现在呀、啊，就现在，出发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高架还有老六哦。我不是老六吗？主要是被老六阴的。都有阴影了，高架这个地方老是会有老六的。MC， 我这里有物资，前方有危险，我这里有物资，多个西贝进哦，那里多了个西贝。有没有二甲呀、啊？二甲。那西甲。刚刚什么地方有一个哦？MC， 你们不要我走了哦！不要啊！来，二级甲给你。呵，接手续、啊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有我的味道的哦，上面还有我的余温。香臭味啊！这么香，你这乱讲哦！尼玛，香臭！我还往我腋下喷了香水的哇！咦呀，更恶心了，我丢！我要吐了，点个狙吧，真的是。我有八倍，你点的狙吧，宝贝。这个什么狙吗 ？M4。M2系。那不是 M4。这里有电脑箱。有没有 AK 呀、啊？我打762。我有，宝贝。我给你、啊，我给你、啊，我等一下给你、啊。啥
上车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走吧，那里有 AK， 那里有 AK。好啊，那你去捡吧。哪里？哦。你四号，你们你离我们这么远啊？有多远啊？你不有切吗？你切我啊！你切我。切我一下，你会洗啊？啊？有戏呀、啊！来摩托车。你不切他？你俩走。没事没事，我有车。走啊！哪有车？哪有摩托车？我丢，没有。我这有车。走走走。宝贝八倍要不要 ？M 四你捡着了没有啊？我只能买 AK 啊，宝贝，我只能 AK。来，拿六八倍，你拿八倍去，我去捡那桶油。不用捡了，走了。哎呦，油都没油，怎么摇人呢？有直接躺机好吧，躺机。好好，等一下我就不带油，我把这桶加完。哎，直接躺好，躺好，躺好了，躺好了。一会儿先给你们计划了，还躺好。这关呀，对吧？嗯。我不用开箱了。把枪丢了吧，不用开枪。没有，你下好歹也得自保一下呀，自保自保。河里掉空投了，我天！飞机上面没人了。真的是，有一点，我不想打七六啊，感觉现在七六打起来不是那个感觉。没有 AK 好玩。我很讨厌那种要集齐所有配件的路人。要把枪上的配件收满配然后再走的那种，很墨迹。有车，前方有危险。哎呀，不要停这呀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大楼有车了，怎么停在这里打人呢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
找两个。找三个。那我楼三就是最后一个了。哎呀，还有一个盒子呢，怎么没三头三甲？这么穷啊！我这里有物资。这么穷啊，玩个锤子哇！怎么玩？早知道不杀你们了，浪费我的驴。走啊！走不走？哎，刚刚特斯拉还没有喇叭呢。前方有危险。那不是蹦蹦，那是好像那个吉普呀。吉普有呢，山去了，山去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大区的坐骑。空投有烟，他去捡空投了，就是他捡完了走了。金马不是我的，开我的金马。个糟老头子。前方有危险。好，没了。
帮十方。粉满了这。哇，三个助攻，我擦嘞！粉满了，对他们摇完了。我这波应该把他们扫了很长，要不然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满过来。宝宝巴士特别容易被爆头，你们不要开宝宝巴士啊。宝宝巴士，宝宝巴士，几个人跳的前五啊？十个人，十个人四个队。没有车捡空投去了，捡那个蛋去了。十个人四个队，一个满编。去有个蓝马、啊、是不是刚刚就停车的那个平房那里有人，现在游戏全部卖被禁了，还喊卖，喊个锤子！飞机上全卖，就有 A 打复活，对，复活出不了都不能开，全部卖。啊，空气墙，前方有危险！落房空投要 A 打，哎，空气墙打不他。你啊，宝贝 ，A 打，你打吧，宝贝。我不打，都一样的。去 ，A 打。一样。你看，宝贝，我怎么了？他们捡不起来。捡不起来，我捡东西。狗东西，你不跟我对，让你见识一下哥的大盘尖儿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衣服旁边还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我需要握把。靠！还蓝马，等一下，那个车不行，妈妈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
为什么他能打到我，我打不到他呀？妈了个巴子，我忍不住了，兄弟们，我冲了，上车。什么东西啊！我服了呀，这什么啊？我醉了呀，我服了呀，这是什么？水下有一个，不是水下，不是这山下。哇靠，我心太崩了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不是这是什么原理，我想知道。我就真的是无语，真的是。这是什么原理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追了呀！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西吧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又来一队了。这死的我真的是我好，我醉了。太离谱了。错你大爷错，傻屌吧，玩过这个游戏没有啊？没玩过游戏别讲话。哎，这把可能还可以吃鸡，这个一号这个红点压的不错。这把刘局啊，死了，一号死了，左边来人了，好像在下面来人了。差点忘记截图了，把图截了先。这是清醒吗？应该不是清醒吧。这把可能可以吃鸡，因为左边好像在上面的人好像就一个还是两个。你们说这把能吃鸡吗？
不一定，这把真不一定，说不准，这把可能吃不了鸡。一号这个 B 稳倒是挺稳的，我要是跟他一样稳的话，我肯定把把吃鸡。稳稳是蛮稳的，这个一号。他没看到人吗？那个石头那边上就有一个啊，石头旁边趴了一个，没看见啊，三四五啊。三四五右边，那个洗头发，洗头右边，右边。抢他人头，抢他人头，右手，右手拉烟那里，不是左边。靠，留一手，气死我了。Hello， 我又来了，好，不好意思大哥，拜拜。换一对，这对声音不够甜。89斤的胖子，打不打？打呀，有等人吗？再来一个就够了。然后就开，我等半天了都。可以，那匹配两个吧，匹配两个。嗨。Hello。有麦有麦。好。这个妹，这个妹。你达到限制时间了。啊，我到了吗？啊。下机吧。我开不了。下机，下机，到点下机。匹配两个。啊，有麦。有麦。好，那开了。欢迎救水你，我去释放一波洪荒之力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跳哪里？不行。跳波层。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
八十九斤应该不胖吧？八十九斤应该很瘦吧？如果他是幺五的话，其实八十九斤也不胖。妈了个巴子，气死我了！有一对哦，两对。这个人自愈敲小心点哦，表妹。倒了一个。前方有危险！我靠！不是，这个燃烧瓶为什么可以丢这么远啊？它怎么烧到外面一层全是了？我在一楼可以秀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奶奶的！哇，他们头像都好粉嫩啊！对呀、啊，有麦吗？有有有有。你再等一个。啊 ，OK。对，你刚说粉嫩，进来了一个粉嫩的二大爷，啊，好粉。这个衣服不好看，属实不好看，兄弟们。没人呀。嗯。贴天煞零度的办卡。呀。你就保持你的粉嫩吧，你把你这个头套给摘了吧。他这头套也挺粉嫩的，好看，好看，就是好看。看我有啥？我啥也没有。拉倒。明天我也换一个粉粉的头像来。真是的，气得我这也粉啊，你看。那我也换个粉的。嗯，我的兔子呢？我的兔子呢？开吧，怎么还没有人进来呀、啊？没，不知道啊，没有人进来。没人了，太晚了，都睡觉了都。我们开吧。表哥不要着急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你匹配到的更吓人，你要不要上分？上个锤子分的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两个小姐姐还不赶紧抓紧开一把先？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你要不要修改一下？说不定都会有人信。你可能是要求太高了吧？不
高的哦，3.0都达不到的哦。3.0敢啥哦？3.0螺蛳粉咩？哪有那么多人3.0哦？你开玩笑？那要他来带我干嘛？我带他就好了啦。你要不就匹配一个吧，要不然你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。我看一下啊。主要是头像不够粉嫩呐、啊。Hello 啊，有麦呀、啊？打吗？看俩对话。打他拉的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打是打。没有，我是那个自己进来的。啊，那你都去准备呀、啊。莫急，我们打单四去吧。打单四去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自己的 KD 都没有3.0，还老是要求别人的 KD 要3.0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屌毛，你丢个燃烧瓶就溜了是吧？再不救，把你队友补掉！救不救？不救是不是？不救补了哇！补你队友了，不跟你讲3721。
糟老头子，早点救不就好了。搞得你队友心里面非常的煎熬哦，能救能救，快来救，我要流血流脂了，快来救救吧。队友一直在那边啊，能救能救，快来救救我吧，我要死了。队友急死了，能救能救，快救快救，要流血流脂了。队友饱受煎熬，真的是。没有二级甲，给我来个二级甲，我溜了，杀人去了。收装备嘞，不要收太多，有个二级甲就 OK 了。多了的话就是给别人送快递了，所以差不多就 OK 了。但是二级甲一定是要的 ，OK， 因为二级甲等一下关键时候可以保你一命。哎呀，还有鸡哥吧，买一送一。苦涩的沙，水塞脸庞的感觉，先父亲的舍马，母亲的哭泣，永远难忘记。年少的我，心像一根塞海边，塞塞沙滩上，松是一个弱不禁风，恼松的样子。对手说。打说风雨送射电动算什么？这个人一个人在这里打野呀，不找个队友一起来给我送源头。压城去，压城应该还有人。压城搞博士行 ，very good， 完美。门是关着的，没人收哎。还是没收到这边。没被收过。压城都没人收啊。
亚城这个地方应该每把来个满编队来狗个分，然后我每把我定时来割一下就好了。开门的可能是鸡哥收的吧。前面有车，宿舍楼有人。我靠，我没雷，完蛋，不好打。靠 ，Hello。完蛋了，要死了！妈了个巴子，又是插一枪，老是插一枪，大爷！不能不能巴萨，没雷了，有雷的话可以埋个雷的这个位置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千个那万个时间人间相遇，眼开里相遇。谢城池浪掉的办卡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千个万个的时间时间相遇，人海里相遇。真服了，他喵的这么多队抢一个车，这里有车不抢，非要去那边抢一个车。哎呀，我的人头！都是我的人头哦，我的宝贝！
小伙子，你是跑不掉的，嘿嘿嘿。操你奶奶！西吧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跳哪里啊？现在的队友都是在大厅里面，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嗯，对着我一队吧，搁头上啊！我在头上，没看到。那个飞大船。我操了！我看他们飞走了，大船也没有了。估计飞八层了。走了，不跟他们玩，撤退。
队友不讲话，我们自己走自己。他喵的，在大厅的时候还有麦，进来就不讲话了。谢谢俊老头的幸福剑。哎，有人，有个鸡哥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想鸡哥。哎呀。算了，死大了，不捡。哎呀，我擦嘞！这他喵的后驱车动力就是猛啊，直接打飘飘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呀，俊老师？你怎么走那么远？雪糕。哦，小姐姐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这把兄弟们，我感觉到了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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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 feel 来了，那个 feel 来了。
谢谢雪糕的奶茶，谢谢奶茶的雪糕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千个万个的时间，是只是你，我陪你是你。这个机舱上面还有人吗？轰炸区应该不会炸我，毕竟我是暖男，海岛第一暖男。上车上车，走！真的，大城真的一个人都没有，全都在野区。怎么不知道突然游戏风气就变了？以前大家崇尚钢枪小能手，现在个个都是老六。你们忘记你们曾经集合燃烧团魂，曾经那颗爱钢枪的心了吗？我怕上面有老六，因为他下面停了辆车，我就感觉下面有人，先丢两颗雷。只要你们感觉哪个地方有人，你就先往哪个地方丢雷，知道吧？像这种高点的话，其实还是有老六的。集合，到我这里来。集合，到我这里来。队友来救。走开，离我远点。靠，他们是真的不救人的 ，MC 不救人啊！
靠，又给你林北来了一队呀、啊！来追哥！哥是不会走的，哥不向恶势力低头，哥今天办你，哥今天就办你，知道吗？嗯？你以为哥要走，哥是换个地方干的。走是不可能走的啦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走的啦，只可以在这里刚刚将维持下生活而已啦。跑又跑不快，啊，对，来来，哥给你看得挺挺的，小老弟。我标记了一辆载具。我需要弹夹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全都想着劝架，一群咸鱼。抬走，下一队。关键时候还封个锤子烟，小命都要不保了。还封烟，后面那是个拉枪线的，跟他们是一个队的。这把是我一个人的游戏，队友都是人机。在空中开第一视角更好瞄准准心，因为你向下的时候是有一点地方是死角的，有时候那一点死角你可能就死掉了，所以可以开第一人称避免这个死角。这把16个人，哦，15个，40，基本上都是满编。这一把剩下的这4个队基本都是满编。
只有一个是三个人的队，一打十六。你看他们多稳啊！他们开两辆车，我真服了。这他妈要打战神局啊！打开两辆车。谢无锡图形的办卡，队友要死了，去救一下他们吧。他们为什么到死都不讲话？小嘴真硬，没有卡麦，卡个锤子麦。他们刚讲话了，讲过话了。没有这一队，他可能觉得剩下的都是菜鸡，你知道吧？他前面有个人开摩托车在那飙车呢，后面有一个队在那追一三战车，这都是属于一三战车。这些逼怕是 P 也要看多了，全都是幻想着自己这一，全都在按职业打法在这玩，是吧？全都按 PEL 规格来运营，运营 PEL 是吧？
了个靶子，这个逼贱人就趴下。看我点吗？哈喽，四十多，就三十多。有有有，有有有。这个人想说话，又怕来不及，慌的一批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谢谢烂掉的半卡，谢谢 MAR 的半卡，谢谢孟非的飞机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天天开心，心想事成，越活越年轻，开心每一天，财源广进发大财，谢谢孟非的飞机 ，Thank you。我随便，不能大爷。哎呀，大爷，这是二大爷挑的。二大爷挑哪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准备跳你心里。选错地方了，他的心是个深渊，你把握不住。是的。那你跳我心里吧。那我不跳了，我就在飞机上待着吧。可以，那你别跳哦，你别跳哦。这个军事基地是我的心，那个一号楼是我的左心环，三号楼是我的右心环。哎呦我去！你看你想我离去也去吧。你看你想跳哪一栋？我跳旁边。两对两对，这个爱好楼是我的心窝窝。哎呦，这谁给我扔脸上了？三号。哎，哎，小白菜。哎，我还没来得及进里面去呢。什么情况？等一下，往里面爬一爬。能不能有人给我开个门？哎，小白菜，我会给你报仇的。你们楼下有人。我操！你这是什么啊？他们搞了一个二号楼，啥都没有，我操 ！OK 啊，他们两个喷子，我刚刚是有头盔的吧？我没有防弹衣，我有头盔。谢谢花朵啊。
外面有人，左边左边。两个人一起没办法了。尽力了，尽力了。他怎么掉线了？到点了，到点下机了，直接走了吧。嗯，那我们匹配一个，我们招募吧，等下就会有人来。匹配的队友有点胆儿，打过好多次。这么晚了，要匹配一个进来，有点难哦。靠，妈了个巴，这么打我脸的，我擦的。OK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下班局，下班局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老地方哎，行，可以。下饺子。下饺子。三只。一个，两个。不用说，三队吗？嗯。飞机有窗帘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面楼上有客。哎，楼上还有一个，能救吗？救不了，他在二号楼楼顶。哎呦！
没有多的头盔啊，表妹？对脚步。洗完了，洗完了。哎呦，快来扶我一下！我来救你。好的。你刚刚救了我，我现在也会救你的，小白菜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多个战绩的三倍性。你多个三倍镜。地线哦。找一个，我再找一个吧。你那吗？人细的吧。哎呦，看着打两个，请求支援。找两个哦，表妹，我这里请求支援。能直接过去吗？他们在那个仓库，在对面。那边，这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对面，我对面，左边，这个五个仓库这里，五小仓这里哦。他们可能往左边拉了哇。他们可能去那个卫星楼了吧，这几个糟老头子。小心点哦，有没有切马路？没有马路。我标记了一辆载具。我想去捡一下那个盒子，可以吗？能捡吗？不好捡，不好捡，它在那个中间那里。在那个上面哇，就经常老六待的那一种，就这里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
就在那里。OK。他妈还剩三个人。还剩三个人呢、啊。你们可以直接跑过来，我给你们架。跳支舞也没关系的吧，可以跳个舞啊，给他们。你确定？你确定没关系？没关系，我架着。确实没关系。他头都不敢露啊，这个屌毛。没有，不是不在啊，是不跑啦？没有，他就在那个下面，他可能在放长线钓大鱼哦，你小心点哦，表妹。哼，好的哟。这里被收过了。在那里有一个穿花心子的那个衣服，就在刚刚那个地方是吗？谢江明生的办卡。就他一个吗？不漏啊，两三个，至少两个，我看到两个不一样的衣服。走吧走吧。 OK。 老六，全是老六，跳军事基地不钢枪的咸鱼。妈了个巴子，跳军事基地不钢枪，搁那阴着阴着，啥也不是。一点点的穷。上车，表妹。广西的吗？干不过你跳军事基地跳个锤子，那么多野区不去狗分，跑军事基地来赢的。我是广东的。急救标，那里有个急救标。急救。你们不要啊？要要要！
把头收回来。怎么不直接走？我不走，我不走。那人以为我在下面，都跳下去了。俩人都跳下去了，他们都在下面。嗯，都在下面，反正有两个是在下面的。他们从上桥上跳下去了，我一看着他们，反正血也不多了。六真的是醉了，这应该就是金氏 CT 那一队吧。这个屌毛他不救队友的。他队友直接被你补了是吧？太你妈恶心了！这些逼玩游戏，妈队友倒了不救的，我操！跳军事基地，他妈了个巴子的步钢枪，搁这堵桥，我真是醉了，狗东西！他们是两个人啊，早知道是两个人我就哎不对啊，他们是三个人吧，桥上桥边边好像是不是还有一个，没有妹妹了吗？怎么他喵的都是这几个线妹妹啊，都是这几个圣。阿大爷，阿大爷，干嘛？阿大爷有麦没有？有。阿大爷，这他妈的，被别人骂呀！因为别人总是动不动就我操你阿大爷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
哇，阿大爷好有钱呐、啊！哇！哇，阿大爷太有钱了，阿大爷，这才是个有钱人。这个是谁啊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个阿大爷怎么不是黑的？哇哇，烟花呢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也去买个飞机了，这飞机多帅呀、啊！买不起，这个妹妹是湖南的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阿大爷的那个飞机不是，哦，他隐藏的吧？没有了，2块钱一次，坐公交车的钱。再说我他妈的这个还2块钱一次啊，飞上来。那肯定啊。那买个鸡巴，他妈的，一年他要飞多少次？对呀，一天坐飞机都要坐几千块钱。一天跳2-3次市场的话，一天就要50-60块钱哇。它是一个物质币吧？对呀嘞，我好烦啊！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有人，有人。在哪里？在我这里。你是几号啊？那个穿红一号，他在穿红色机甲，我操，他在收东西。在哪里啊？在我脸上，那红色机甲的，他在收东西。他现在手上也没枪。你他妈，你在吹牛逼吧？我操，他现在捡了一瓶饮料，好，捡了一个红点。我信你个鬼！我妈。别去他妈！他自己穿个红色机甲，无语了，真他妈好蠢啊！这种人真他妈的傻。你们都没看见人啊？那二大爷骂他，二大爷。我多一个3倍吗？多个3倍心。3倍。过分！他妈的，真的过分。谁过分啊？哎呀，我听到这个湖南的普通话，我瞬间心情变好了，兄弟们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我搜都不想搜了，直接落地打枪就打人去吧。这么刚啊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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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四号可以走了吗？四号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既然你要走的话，难道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说？什么甲都没有，给我标个一甲吧。我手上还这个。上车了，箱里边。我操，这里他妈的这么多药，你不接？没看见不？你先接着不？走了走了，没躲。你怎么知道？知道要用妹坨来叫我们。上车了，箱里边。箱里边。箱里边。箱里边不好。箱里边，箱里边打人机了，箱里边。哎，三号。三号，干什么？我叫你，我给你来一句夸你帅的话，你要不要学一下？我不学，我信你个鬼！你学一下嘛，你个糟老头子，满口胡话。没有没有。满口胡话。你听嘛，肯定是夸你的。你看你学不学得会啊？我不想听你这个。你给他举亮底。我不想听你这个乡里别讲话。你是徐亮弟，他骂你三号，他骂你三号，给他举报了。你长得很帅，很帅。他骂你三号，给他举报了。对，你信？
你给他蹲两蹲两滴，就是你这个人很帅很帅的，知道不？啊，你做你自己就好吧。我说你，你就夸他呀，三号。然后你夸一号，我知道你是在说你自己，我懂。这飞机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哦，上不上？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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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，干他！我操，服了，老子。这能跑啊，真的这。有人有人，看见了。倒一个。我操！你就了不去不去，你叫我你不知道在哪里。大哥，我打倒两个了哇！我甲都没有。哎，一号你怎么一个都没打倒啊？怎么呀，阿大爷？啊！我打倒两个啦！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？我都打倒两个了都。他妈的那个傻逼，他直接躲在我上飞机的那里，他妈就直接躲在我后面，老子一上去了就死了。哦哟，那你这个有点倒霉了。不上飞机了，以后不上飞机了，不上飞机了。飞机上面有人，不能让他们在上面苟分哦。你刚说啥？我下去去死吧。啊。麦斗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你真的这个，你真的这个狙俩的哦，一个都没打得起。大大爷，猪宝带我们坐一下飞机，大大爷。你求求我，求求我。我不求 你，那我就不让你做。我求他，给你众筹众筹两块。你求求我就让你做。一号，你求他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求他呀，一号。我求个鸡巴，我求。啊，他是求个鸡巴，我就不求鸡巴，我只要坐飞机就好了。我只要坐飞机，我不求鸡巴。他妈，这一辈子没坐过飞机，我操！哇哦，终于坐上飞机了，哇哦！啊、大爷，你好姑娘的哟。没有，三号，我不是，这是开玩笑的哦，开玩笑的哦，不要在意哦，知道不？军亮大爷，你再逼逼叨叨，我等下叫人去解放区砍你哦！我操，你还知道解放西吗？我操！大大爷保护我！大爷保护我！被你吓得不作声了，大爷。大大爷，我跟在你屁股后面。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上面怎么有两个人呢？哎呦，我操！真人啊！有真人。哦。我操！牛啊！大大爷真的好牛啊！二大爷。我的天！二大爷牛啊！二大爷。还在上面吗？在。他喷倒了好几个，太牛了！我操，牛逼！又来人了！嘣！死完了，死完了！傻逼，他妈追上来打老子，有病！二大爷好厉害呀！二大爷，二大爷要不要要啊？二大爷，我不要。要嘛要嘛！你他妈你怎么这么甜啊你！我操！要嘛要嘛！他带我坐飞机了。
我怎么服了？你都不讲话了，哎，这不节目效果吗？哎呀，不要这样嘛！你生什么气呀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是主播啊，还节目效果？你是主播我就闭麦了，我不想上电视了。对，我是主播，对，被你发现了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你是娱乐主播还是搞笑主播？反正不可能是颜值主播吧。人机打我了，谁都别打他，他打我了，不行，只能给我打。哎，怎么都不讲话了呀？过来，表妹。到我这来。讲话。哎呀，你们都讲我给你一个东西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要给什么？过来呀！你先告诉我什么？你过来呀！你告诉我啊！不给了。有没有二级侠？给我标个二级侠。哎呀，没跟你，他们两个都不讲话了，你怎么讲话，叔帅？哦，我三级甲，搞错了。上车，老板。叔帅。嗯。上车。不讲话。怎么了？走了吧。怎么了嘛？你怎么了嘛？什么怎么了？我他妈的在安安静静的收东西。走走走。是不是吃醋了？这不吃二大爷的醋了？有病吧！我吃醋干嘛？居然这样说我，你居然骂我，那也不跟你坐一辆车。你穿一个像样的衣服吧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穿上了衣服，我没裙子。我们去。S 城 ，S 城有人。应该去那个地方，我有油，我有5桶油。我有8桶。你他妈，你丢下来看看，你都没有8桶怎么办？100块钱。我的意思是加起来有8桶。那你刚刚说的是我有8桶。对啊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你在酒吧摇骰子啊？还你一定有8桶。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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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装的，这个是装的，这个是个糟老头子。我在这里下，我会，我操，别在这里下，我操。倒一个，倒一个！哎，我操！我经典怎么一个？
走走走，去救一救救救 A 号。对了，你救他。你们先打。打两个。先打也可以，先打也可以。在楼上吗？二楼，一楼。爬上去了，爬上去了。A 号，你怎么又倒了？三个人全在那一堆，你们在炸谁呀？我服了，本身就四个人，我杀死了一个，只剩三个了。那你干嘛冲啊？我以为你们在炸楼上的人呢，我以为都跟你说了那边有人，你还冲过去？谁知道是三个人啊？肯定是三个人啊，边满边对啊。哪里啊？我打死了一个，我在车上打死。